你怕鬼，他怕鬼，我也怕鬼，全世界的人都怕鬼，吓死人了。欢迎收看英英姐说鬼故事。有一个98岁的老太太，这角色啊是我演的，真的演得很好，不骗你。我演的这个老太太呢，有4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小儿子，他们呢、啊为了要分我的别墅，我人都还没死哎，就在我的床边不停地讲怎么样我死掉以后怎么样分，怎么样分，怎么样分财产，你说是不是好可怕哦？所以我就变鬼来吓他们。喜欢我今天讲的鬼故事呢？由我主演的《鬼同你住》在台湾上映了哦，你们一定要去看哦，真的很好看。吓死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笑死人，一定爱去看哦，知影无？